啊，我呢 part 就搞掂啦。啊，轮到你哋。嘿，华女。早晨。早晨，依家先至夜晚11点啊，咁就瞓着啦。吓、啊，喂，如果你哋真系顶唔顺嘅话，翻屋企瞓啦，我嚟搞掂系啦。啊，咁唔该晒，我做过。咁麻煩你啦。咁你要做到幾時先收到工啊？即係咁意講下嘅啫，你哋又當真啊？算啦，冇問題啦。誒，俾多一兩個鐘頭，乜都搞掂啦。最緊要咧就牛哥要收貨嚇，唔好再炸營。仲有一樣嘢。哦，我知。聽日早餐我嘅，你唔使諗啦。仲有中午嗰餐咧就我嘅好，拜拜。咁先至醒目噶嘛，辛苦你啦嚇。噶嘛。哎呀，第二份方案都搞掂啦，今次牛哥应该收货啦吧？发送，搞掂。慢啫，嗱，趁热食啦。喂。咁夜飲啤酒啊，傷腎噶！哎呀，媽子啊，你由我飲啲啦，好唔好啊？做咩啊？有事唔順心啊？工作好辛苦啊？哎呀，唔好提啦，飲多兩杯就冇事啦嚇。哎呀，辛苦頂唔順嘅話咧，就同阿牛哥咧請個假休息下。佢有名你叫噶啦，佢系蛮牛嚟噶嘛，佢边有讲道理啫？我做最唔中意同呢啲咁嘅人沟通噶啦。我哋呢啲做细嘅，一日做黑咧就做到只咁样。佢咧就两个字嘅啫，批评。嗱声，蚕豆嚟噶喎。系啊，上海啊寄咗啲蚕豆俾阿竹先啦，咁佢送咗啲过嚟，咁我咪攞嚟煲嚟都送粥咯。点啊？好味啊！我最中意食噶啦，呢啲啊，香蚕豆又香又粉啊！送啤酒一流啊，乜嘢？唉，多谢啊！我呢碗粥我都唔使食啦，我又喂！我话俾你听，少饮啲啊吓！啊，阿娟，你都早啲瞓啦吓！食咗碗粥啊！得，我祖哥，你面色好差喎、啊！你琴晚搞得好夜啊？做到趴喺度啊！唔单止咁啊，仲要俾阿牛哥闹。咁你人嬲噶嘛？咁嬲起上嚟就瞓唔到噶啦！你等你出去仲要挨喎，你使唔使唞下先啊？唉，唞鬼唞马咩？为咗份工啊，顶硬上都要做噶啦。如果唔系啊，牛魔王嗰块面啊，黑过黄捞啊！说别人的时候啊，先想想自己啊！想想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了没有？不想干可以啊，没人拿枪逼着你们。我们喜羊羊在全行业的加班费那是最高的，我脸黑怎么了？啊，这个心地善良厚道不就行了吗？先坐先。哎，牛哥洗手啦，屙血尿啊！咩啊？系啊，屙到成兜好似豉油咁啊！唔知系咪内出血啊？系啊，依家牛哥咧就扶紧佢落楼嘅，跟住即刻开车送佢去医院，嗌我哋即刻落去帮手啊！我走啦，拜拜。咁大镬？快啲停，快啲停啦！大夫，他到底什么毛病啊？一直拉血，你说，哎呦，拉得这么厉害，我是使唔使输血啊？咁我需唔需要通知佢啲屋企人嚟验一验血咁啊？康生咩情况咧？而家都仲好难讲。哦。啊，咁咧一切咧要攞听日嘅结果先知。哦。但系而家睇佢咁嘅症状咧，应该系个肾有问题。肾系唔定噶吓，一切都系要睇结果，好吗？哎呀，我就知道我咁样挨发迟早会出事噶啦！哦，你依排成日挨夜加班咩？
经常啊。哦，你咁样就唔得啦，咁样挨夜加班系好伤身体噶。你咁后生啊，挨坏个身体，有钱都享唔到噶啦。多啲休息下啦吓。咁啊，医生，命苦啊嘛。你听我说，听我说啊，甭管他验出什么来，是吧？你这都算工伤，我说吧，一切费用我全包了，好不好？牛哥啊，钱唔系万能噶，健康佢就买唔到噶。是。如果万一检查出嚟我有咩差池嘅话，我连细仔都系咁先啦。你点解冇？做哥冇事噶，肯定冇事，你放心。而且牛哥都讲咗咧，佢一定会帮你出呢个钱噶嘛。嗱，佢咩飞噶？你真系验到啲咩大镬嘢？如果要换肾嘅话咧，牛哥会出钱噶啦。系啊！牛哥咧出嘅一千几百万噶，就算帮你换埋个心肝脾肺肾都冇问题噶，嗬？啲肾唔系咁容易搵噶。是不容易找，那不容易找都要换的，不是牛哥可以拿自己的肾给祖哥的嘛，横掂人有两个肾，切一个都不怕的。那如果牛哥拿了一个肾出来的话，那他会不会伤了一半元气啊？伤呢就肯定伤的了，不过都不紧要，有唐小姐的嘛，他们两公婆感情那么好。哦，唐小姐。你死不死啊你了，今天搞到你员工这样没了半条人命了，阴公。什么也别说了，救人要紧，这啰嗦什么呀？我早就劝过你了，叫你用人不要用到这么尽的嘛。你现在求神保佑啊，求他的神没事添啊。牛哥，咁多位，这件事情你们知道就好了，千祈不要被我家人知道，我会跟他们说我这排会出差，因为我都不知道我这里要住几耐。你放心，要住几耐你就住几耐，就算请不到护工都不紧要，公司大把人手。咁我作为老板娘当然第一个义不容辞服侍你。好了，乜都假嘅，听日出咗结果，我哋先再讲嘢啦。我想瞓阵啊！瞓阵。大医生。哦，康生，你嚟啦，坐。我啲报告出咗嚟未啊？哦，嗱，啱啱攞咗呢份报告。睇份报告咧，你个肾咧系咪坏得好紧要啊？冇得救啊！我都知噶啦，呢件事千祈唔好讲俾我屋企人知啊！如果唔系啊，我大佬第一时间争住捐肾俾我，咁样会搞垮佢身体噶。唔使捐肾，我只不过咧就想希望你哋屋企人咧，特别兄弟啊吓，一齐都嚟做个体检，可能咧佢哋会同你有同样嘅病。同样嘅病？你懷疑我哋屋企人都有腎病？哎呀，康生，你聽我講啦，你咧個腎冇事，你心肝脾肺腎都冇事啊，你放心。你係咪氹我噶，醫生？我明明我尋日見到自己屙血尿啊！哎呀，冇咁複雜咧，我問下你啦，你係咪依兩日食咗啲新鮮蠶豆啊？蠶豆有啊，咁就係啦。你依個病咧，就係因為你食蠶豆而引起嘅。你依個病叫做 G6PD 缺乏症，啊，即係俗稱嘅蠶豆病啦。啊，乜食蠶豆都咁大鑊？係啊，你依種病咧係一種常見嘅遺傳性嘅疾病嚟嘅。咁咧，你食咗蠶豆之後咧，你就誘發咗溶血性貧血，所以你會屙血啦。唔係喎，醫生，我之前我都有食過蠶豆嘅喎，又唔見有事。啊，呢種病好難講，基本上嘅人咧都有中年以上先病發嘅。最關鍵我想問下，呢啲係咪小事嚟㗎？哦，都算小事啦，但係以後都要注意喎，咁唔係病發都幾危險㗎。咁即係我冇事可以出院啦？可以出院啦。早的钱我拿了回来了。
呢度咧係加班費同埋獎金喺曬度噶啦。你唔使眼金金啊！你哋一樣有份。嗱，呢度咧就係加班費同埋獎金啊！多謝牛哥，多謝唐叔叔，我哋一定會知恩圖報嘅。多謝牛哥，我哋會俾心機做嘢噶啦，搏命做嘢噶啦，你放心啦。咁千祈唔好搏命啊！千万不要累着，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，明白吗？系啦系啦，逢半个钟头就休息一次，明白？哦，多喝水，勤上厕所，不能像阿祖那样把肾都憋坏了。系啦系啦，哎呀，起床，哎呀，起床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来，有，走哥，走哥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不是你怎么回来了？我要求医生咧就放我出院咧。哎，病得咁犀利，你点可以咁快出院噶？医生话咧，我呢个病咧，其实住唔住院系其次，最紧要系休息嘅。那是，注意休息，一定要注意休息啊！唔系啊，牛哥，其实我翻得工噶啦，我做得嘢噶，我唔想话咧就手停口停啊嘛。哎呀，你唔会手停口停嘅吓，我哋一定会补偿俾你嘅。你咁讲，你无非就提醒我嘅啫。备好啦，嗱，呢度。有你三倍加班费，半年嘅奖金，同埋三个月嘅清保两补偿。哇，咁多啊！其实我嘅病咧就……行行行，别说了，你的身体呢是在我们的公司给累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你就是告到劳动局，我也理亏啊，是不是？应该的，应该的啊！傻咧，牛哥点会告你哋咧？真系啊，我哋大家一场相识系咪先？即系其实咧，我话俾你听，我嘅病。得，我明白，我明白，你唔使再讲啦啊！你嘅病咧，你无非咧就系要补偿吓，唔单止，仲要需要休息啊嘛。我同牛哥商量好啦，决定放你三个月嘅年假，工资照俾。哇！你真系对我哋。我有你哋咁嘅老细嘅话，我真系三生有幸啊！多谢晒，多谢晒，应该嘅，应该嘅。开心啦！只要佢唔使我陪衬，俾几多钱我都行。俊发，其实你依家觉得点啫？喂，你唔好拣嚟啊！唔好拣啦，其实我嘅病。祖哥，你放心去休息啦，你放心去攞补偿啦。仲有啊，你知唔知啊？你大欠埋我哋啊！依家牛哥怕我哋攰亲，仲怕个米贵啊！系啊！而家咧，佢唔单止补偿翻我哋以前嘅奖金，仲减轻晒我哋啲工作量。佢两公婆啊，将嗰啲工作啊，全部揽翻去自己做啊！而家呢啲嘢咧，全部俾晒我哋做得噶啦！得，你哋好好唞下吓，好好唞下。你睇下，唔系我黑心啊！真系你咁样一病，大欠埋我哋工作量减轻咗好多啊！系啊，喂，系咯，其实医生究竟你个病点啫？系咯，你个医生到底是怎么说的呀？我个病咧，医生就话系疲劳过度引致嘅，咁就换肾咧就暂时唔需要住。最緊要咧，要多啲唞，要俾多啲開心嘅事我，咁就對我嘅病咧就有幫助。就咁樣咯嚇，大致上。左，有咩鬼啊？呢一排日日都有年假，唔怪。冇啊，牛哥可能良心發現啊！啊，覺得我加班加得多，要補休翻俾我先得啊！攞去飲茶做咩？俾咁多錢我嘅？個仔俾錢啊嘛，天經地義噶嘛。我叫你攞住咧，你就攞住。啊，係啊，你得閒咧，你就提一提醒下大佬。埋佢咧得閒咧，就去一去呢個醫院咧，全身檢查。无啦啦检查咩嘢啫？唔系我意思，即系话咧，叫阿大佬咧就去检查下身体啊。正所谓啊，有病啊治病啊嘛，冇病咪预防下咯。你只衰仔有咩事先？冇啦，柴东龙冇啦，冇。喂，有啲窿咯，你系咪 book 紧啲咩啊？系啊，我 book 紧咯。
康嫂，难得你一家大细个来开饭喎，系咪有什么喜事咁咧？班友仔啊，诶，霎时间话翻嚟食饭喎，咁啊嚟唔切买餸噶嘛，咁咪订位咯，嚟咗话。诶，咁你慢慢点咯。得啦得啦，你招呼其他客人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慢慢点。好。诶，仲有啲咩需要啊？可以。哎，君仔，哎呦，咁早嘅，而家吓，平时你学开七八点先过嚟食个碟头饭噶喎。系啊，依排多得阿祖哥啊嘛，咁之前佢咪劳累过度得咗重病嘅，咁牛哥又惊做死我同阿华女，咪依家好早啊放工咯。阿祖哥得咩重病啊？我亲眼见到佢屙血尿嘅，成兜都系血，几恐怖，呢个系好严重嘅肾病。屙血尿？哎呀，喂，阿康生，喂。睇你个样，你冇有知道我，我扶你翻去先。死啦，衰婆啊！阿妈，你做咩啊？你得咗神病啊？边个话你知噶？你同事啊，君仔爆你大镬啊！你唔想你屋企人为你担心咋嘛？但你病成咁嘅样，你有事要吩咐我噶。我闸住啊！你唔好学你阿妈咁八八卦卦啊，乱咁噏啊！你出去先，你呢度冇你事。系啊系啊，冇事啊！你同事都话你啊，阿君仔话你屙月尿啊。系啊，阿妈，你坐低坐低，我慢慢同你讲啊。我之前咧系屙咗啲血尿嘅，之但系咧呢啲唔系肾病嚟噶，呢啲系叫做蚕豆病啊。你之前俾好多蚕豆我食嘅咧，有诊断书噶。嗱，俾你睇啊。原来系咁，喂喂，咁啊牛哥两公婆唔知噶？我之前咧就想话俾佢哋知嘅，知但系咧佢就因为我有病，所以佢俾钱我，又俾价我，咁我咪食住上咯。你个衰仔你啊，你咁样呃人啲福利都得嘅？只鬼叫啊！牛哥之前咧吓使人仔本咩？系牛哥有时做啲嘢咧就唔系话好啱，系咪？但系你咁样啊，咁嘅手段呃人哋啲钱又呃人哋啲病假，你啊真系十分唔啱噶！我话俾你听啊，哎呀，你唔好咁古灵精怪啊吓，你嗱嗱声啊同阿牛哥讲清楚啊！讲咧，你嘅仔嘅为人就一定会讲，只但系咧，我就想唞多两日。哎呀，真系衰仔你啊！我阿妈都俾你吓到啊，差唔多死咁样啦。如果呢两日咧，阿牛哥俾你吓出心脏病，我啊睇你点样赔。系，我真系冇谂过喎。咪啦，我依家翻工先，我翻工先。你说你这个衰仔啊，你怎么把阿祖得重病的事告诉康婶呢？你这个乌鸦嘴，要是把康婶他老人家气病了，你。我这不是作孽吗？等一下，牛哥，你冇嘢啊嘛？你千祈唔好惊啊！你千祈唔好惊啊！吓，你冷静啲啊！唔系你专登噶，牛哥。喂，牛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哎呦，我的祖宗啊！你还不在家休息，你过这儿干嘛来啊？牛哥，你听我解释，其实成件事情咧同阿君仔无关噶。对，跟他没关，跟他没关，都是我把你累成这样了，好不好啊？让你一家人。都那么伤心，你说？阿祖，你唔使再谂嘢啦，我知道你喺度谂紧乜嘢嘅。嗱，只要你唔好向劳动局嗰度告我哋，只要你唔好令到我哋公司执笠嘅，我哋完全可以坐低落嚟，唔掂倾攞点噶，吓？哎呀，就都系我求啊你啊！哎呀呀呀呀，罗小姐，罗小姐，你咁样咩意思？你千祈唔好告我哋啊！我唔听啊，唔使听啊！只要你唔告我哋嘅乜？你做乜嘢啊？你搞边个啊？你老板你嚟咗啊？阿祖，你仲翻工啊？唉，阴公啦！你咁后生得咁重嘅病，不过咁阿牛哥咧都几讲义气嘅，咁咧你咧几大都黐到个十。迟到退休都唔怕啦，你放心，我唔会累牛哥一世噶。千祈唔好咁讲啊！嗱，牛哥已经将呢件事情咧喺全行嘅人啊，都已经传开晒噶啦。而家你咁嘅身体啊，仲快歪住阿牛哥啊，到全行人啊，边个敢请你啊？系咪先？唔系啩？喂，牛哥，你咁样即系毁我全程噶喎！我冇病啊，我系健康人嚟噶。啊？什么？
我冇肾病啊，我咩事都冇啊，我只不过咧食得多蚕豆，咁啊一时之间咧就会产生嗰啲咩基因缺陷，因为蚕豆呢家嘢都会令到我嘅血红细胞咧就会产生溶血，咁啊屙出嚟嗰啲咧就好似血尿咁咯，就咁。哎呀，你再唔讲出嚟，你冇病啊，我同牛哥都谷到病啊！啊，同志，牛哥，你慢慢倾啊。我有事先走先。其实咧，当日咧嗰个检查结果一出到嚟咧，我就扑翻嚟公司同大家报喜噶。咁即系点知咧，就有你哋讲啊，冇我讲。咁你又俾埋补偿添，你又俾埋我年假。咁呢两样嘢对于我嚟讲真系好吸引噶嘛。咁所以我咪冇讲出嚟咯。啊，做讲，讲过嚟先吓。即系我话你听下。年假你可以唔休即刻翻工，之但系嗰啲奖金啊、加班费啊、过节费啊，我唔该你一分都唔好退翻出嚟咯。系啊系啊，因为如果你一退翻出嚟咧，连我哋嗰份我哋都要呕翻出嚟噶。咁齐人噶，诶，我啱啱离开呢栋大厦度送餐噶，顺便上嚟啊，想问下你哋啊，今天中午啊想点啲什么饭噶吗？谁还有心思吃饭？啊，牛哥啊！你唔係諗住咧，就之前潑出去嘅水想收翻啊嘛？年假你照休啊，加班费、奖金啊、过节费你照拿，但是你必须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咩条件啊？今天我要好好的请你吃顿饭。哎呀，吓得我个条件咩事添啊？我一定给你点一个你最爱吃的菜。嘿，牛哥，你想点啲什么菜咧？你给他点一个五香蚕豆。啊！